车门风声上老命，这是有名天注定。你知影吧？我等下去大陆看我阿爹，伊甲讲遐话，袂像是交代有缘同款。伊的心内个袂堪一下，我想要甲我奶讲，我奶已经……你讲，我敢有其他选择？你拄则讲，你拄位大楼倒来，伊毋是无爱互你入去看恁阿爹，恁哪有才调入去？是我想买一个叫老七的家业，伊这个人真爱钱，只要互伊温柔，伊就敢偷偷放阮入去。果然跟我想的同款。大，你是毋是想到又出来一个办法啦？大，你敢真正办法？秋萍姑娘，可能要麻烦你替我约迄个贪财给押出来。好。阿妹，甲咱收顿来汇款，还佮有咱店内所有文娘准备好。哦，好。对，虽然我唔知影你要啥办法，我真正无希望，干脆你兄弟拢拖落去。放心，唔免一大阵人，都通甲村内钱甲叫出来。真是的，明仔给我。头天换日。百鸟，我甲一百鸟所以，即卖是要安怎啦？大爷讲这笔钱是要来救村内姐啊，啊，即卖救命钱无啊，大爷若是了讲，我稳当无命的啦。虽然你千叮咛万交代，讲这箱仔内底的金币绝对袂当叮当，也毋过，即卖是救命关头。谅解我的，一定会谅解我的，一定会。尹教主啊，你今日去。我嘛要来等啊！哎，天宝，稍等下啦。哇，你变那伤哦，我看我提药啊，互你小抱一下。唔免啦。啊，什么唔免？迄个阿夏哥吼，出手这么重，你一定真疼对不？我提药啊，小互你搞一下。啊，你也袂讲话。我要提药给你抹，我也是好意啊。
我知影你是好意，也毋过我去我家己还蛮无路用，书读袂好，甲人比亏人嘛比输人，才去迄个阿婶遐糟蹋。你莫安尼想，啊你是读书人啊，你啊着摕家己吼甲迄种人比，亲像迄种人看起来根本就毋是啥物好人。也毋过，上无人有权有势，才会好到这么嚣摆啊！你莫这么失志啊！等你若考到功名哦，所有一切拢会无同款啊！啊，你这卖落票哦，是暂时的。我相信总有一天哦，你一定会出头天。阿鸾，多谢你。这么久的时间，你伫台湾是无比鼓励我，我才有迄个勇气坚持落。因为我知影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啊，你无考到功名，还是运道歹。只要吼你稍微忍耐一下，你就会成功啊！你放心，等到我考到功名迄天，我一定会带你。田宝。我拄则有一句话要甲你讲，我煞袂记啊。什么代志？我想讲哦，后盖你莫去天水楼接我，我家己转来就行个啊。我知影，你伫咧气嫌我，我无多保护你。你莫安尼想，我是认为你是读书人，啊，天水楼迄个所在吼。伤复杂，你也是莫去。读书人是够安怎？无怪人讲，必不易用是书生。我有满摆经验，也毋过拄到代志，我学问无路用，我无得趁钱。我都保护你。你莫看轻家己好无？我讲的是实在话。假使讲我有钱。咱就别去用拆散。哎，拢过去的代志，你讲这要从啥？阿鸾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知影你伫咧等我，也毋过我无在了带你。你养爸养母，才会逼你嫁予阿基。我已经是五家的人啊。你讲这拢无路用，也毋过阿基已经无伫个啊。天宝，阮大家嘛差不多要精神啊，我紧入去。天宝，我希望你会考到功名。虽然讲哦，即卖日子真艰苦，不过我希望。你莫因为安尼来失志。我知影，我无代志啦。你肯入去，阿婆，你搁要叫恁大家念啊？想袂啊！想袂到咱拄分开，你就才想我。你想想者啊！我是因为天主来即摆休困，剩只个包啊，会当互你明仔载做三点。真好，多谢你安尼处处为我设想。你才知影我对你偌好。是讲哦，你一查甫人，
这房间哦，看了比查某囡仔搁较清气呢。这就表示我真爱清气。你嫁我了，卖讲是房间，规间厝我都甲你变啊清清气气，你就做你的少奶奶，厝内边的代志我来做就好。安尼哦，我请一个下骹手人，不是同款。我不定着，做了比你搁较好，我袂了我生气。无同款，请人是爱开钱，也唔好请我免开钱。而且你也知影哦，若知影我爱清气的人，拢是通人婆路的。是啥物咯？你敢真正想袂知影？优秀的甲新人俩，无别人。这就差不多。哎、欸，这草苗黄起啊，我替你摕出去单掉。卖啦，卖单掉。哎，林大弟，我从来冇看过你对任何物件遐重视。刚刚这物件对你来讲有特别意义。其实我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姊都会编几种草苗给我耍，也不过阮失散了，都无人搁编几种物件给我。你有搁讲过你甲恁阿姊的代志，是讲你是安怎失散的？我也正认为。一个查某囝，都是一枝草，一点露。无论环境偌尔困难，查某囝都要有才调生存下去。所以，替我好一个囡仔名叫做阿草的。伊嘛认为，一个查某人，不管哪含辛茹苦，一定要甲家过好。所以替阮阿姊，好一个囡仔名叫做阿祖的。原来你叫阿草的。这个时阵，彭英华、李显明霸占阮家的财产，必须阮阿爹阿娘了。我跟阮阿姊相依为命，靠四界共分在过生活。而且差一点么要死，后来。有一对翁仔出现，伊想要收留阮阿姊，阮阿姊就去拜托，敢会当做伙甲我留落来，莫互阮家底下拆分开。要无迄对翁仔，就是唔肯。伊敢若答应，要留一寡物件互我食。这种条件，恁阿姊应该袂同意啊。阮阿姊当然不愿意甲我分开。也不过，伊若是带迄对翁仔某转去，我着有物件通好食，都暂时袂去枵死啊。就为着一寡食的。无唔对，都是为着食的。阮阿姊为着袂互我枵巴肚，所以决定要带迄对翁仔某转去。只是我想袂到，甲阮阿姊分开了，都无得去见面啊！你先做活落来。我着靠迄对翁仔某，然后我遐食的物件，都过我上艰苦的时阵。后来，我去拄着传杰啊，伊收留我。传杰是啥啊？传杰啊！是阮阿爹请的工人，已经对阮阿爹二十几年啊。阮家发生代志的时阵，伊拄好无伫英国住，后来伊知影阮家破产啊，伊带念伊甲阮阿爹的情怀，都收留我，甲我留伫伊身躯边照顾我。是袂到，传杰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，啊，毋但是咧时代。可是你救命稳定啊！哦，伊们那是块救命稳定。唉。
伊带我出海，教我功夫，所以我是为迄个时阵开始伫海偷生活。哎，那呢？伊即马人伫倒位啊？先生拢无看过伊。春节有回啊，已经无法度伫海偷生活，早都抽卡洗手啊。即马住伫三甲一，我每隔一段时间拢去看伊。哎，那安尼哦，你要到要去看伊的时阵，我陪你去好吧？这是当然咯、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在咱相亲之前，一定要先和你甲传家见一面。咱若是会当较早看到伊，就会当早一日见一个好人。所以我想，明仔就去好啊。什么跟你相亲啊？真要看摊哎，什么代志都会当讲得济。我咧想讲，给看摊一个。无你讲，你就同意嘛？我就算捡了一个水某。吼、哦，我知你的目的，我家就比较巧，看破你的目色。你上巧，上高，上厉害。嗯，你是我的水某，你要安怎弄会使？呀！卖我嫁了，卖不啦！哼，是你先闹的呢。好了，我免闹。好了，哎。后来你讲川姐来找到你，啊，伊敢无想要甲你阿姊找倒来？伊当然想要甲我阿姊找倒来，也无这二十多年，我一直找，都是无问阿姊的消息。虽然已经过真久啊，也毋过，我相信你坚持找落去，一定当找到伊的。我绝对袂放弃。这个时阵，若不是我阿姊牺牲家己，我一定活不落去。我阿姊是我伫这个世间唯一的亲人，所以不管开偌济时间、偌济钱，我一定会找到伊。阿姊有啥物需要，一定要跟我讲。那是当然咯。明仔都有需要你的所在，你用搞到啥工？你讲啊。我专门拜托啦，去调查我阿姊的下落。我甲伊又伫天水楼见面，是安怎又伫天水楼？啊，又伫店面毋是真好。我若是出门做生意无伫的时阵，伊会当通知你啊，安尼都别有任何消息的去闹交去。安尼讲嘛是有理。已经真晚，我送你回去。嗯，呀。回来就冰冰冰冰，我不是臭耳人啊，当然嘛给你擦精神啊。哎呀，谢啦，以后吼我会较细声。较细声要创啥？你是今仔知影你什么时阵回来的是吧？啊，你是走去倒位哈？那天拢要更晚才回来。哎呀，是的啦。对啦，我等下跟你讲，我找到一个吼暗时会当卖花的好所在。我想讲，日时啊，甲花卖卖，啊，到暗时的时候，扫落去迄个所在卖花啊。那一定爱卖到遐晚哈。啊，即摆生意吼真歹做。啊，拄好我找到迄个所在，迄人客吼真慷慨，真拍手，我就想讲，会用加赚寡，就加赚啊。你莫想要骗我。虽然我老啊啦，嘛唔是遐好骗。好啦，阿娘，我哪会敢骗你？你俩阵我拢唔知影。你正话才转来，根本就是甲迄个军天宝两个人黄个一面，唔知走去倒位啦。无啦，阿娘，你千万唔通误会，我绝对无做对不起阿爷的代志。啊，而且人天宝伊嘛是正人君子，你千万吼唔通乌白想乌白用呢。我无乌白想乌白用。你的过去我拢知影，
我嘛真后悔当初给你出入门啦。也若无，我后生嘛袂互你气死。安怎？无话通讲啊吼！非得吼，不管你甘愿还是唔甘愿，你已经离阮五家家门啊！当初我嘛是正正当当用银两给你带入门的，虽然阿姨也无伫，不过你嘛免想别项啦，你著较认命，甲我较定着咧。阿娘，我从来都无想过会离开咱这个家啊！不管你这句话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为的你若想要离开，就等我把酒揢起来再讲。阿娘，你放心啦，你绝对会吃饱的。好啦，免讲好听话啦。啊，你无用规波，早顿是煮好也袂啦。阿娘，你稍等一下，早顿吼，啉面就好啊啦，吼。又果是配家哦，三顿拢食这最最最咸啦，食到人强要。自从我后生死了后，我拢毋捌食过一顿好料的啦。你是顺便要甲我枵死笑？哎呀，是的啦。哦，我袂花赚无偌济，敢若有够度三顿尔。你莫想讲我后生一个走，廖爷爷对我清清菜菜哦。你也会记，你还阁是我的媳妇，这个家吼，到即摆也是我咧做主的。我知啦。啊，阿娘，我想要跟你讲吼，讲我今仔日卖花吼，卖得袂歹呢。啊，所以我想讲，我明仔载买一条鱼。啊，煮鱼汤，甲你补一下身体。我煮什么鱼汤啊？买一尾鱼啊，偌侪钱，你知无？你赚无两仙仔钱，就想要甲钱开了了。吼，你这查某吼，真正会晓滑稽啦，也毋知通欠嘞。买鱼，我看你为伊买猪肉啦，买一只鸡啦，买东买西，哎，真正了欠啦。气死，了了。咱们赌赌一下。喜庆，怎样？不行。李飞，进来。好啊，乖啊，那有真正无记来？是啊，来，这条再搁讲，好啊。来，乖啊，最近好不？甲平常同款啊。大爷跟大婶，大爷跟新人的代志，今晚拢甲我讲过啊。看见大爷的心，还阁放未落。是命运在甲阮创治，迄当阵。我甲新兰根本无应该熟识，甲相爱。新兰想要爱，是平凡、简单、无优秀的日子。我一世人恐惊都无法度予伊啊！我想，
我会用好伊的，干那剩真心的祝福。大爷，其实感情的代志，唔那是两个人代志尔。伊看些画面真快啊，恁若讲要去面对，无可能。啊，参照你、静环，啊，甚至我，咱三个人都得面对无小些问题。是啊，不过家仔，你较好运。我听三弟讲，你甲彩华已经了筹备婚礼啊。我本是安尼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最近庄家发生一挂代志，我先替你处理。啊，若讲到婚礼，都先暂时按下。有啥物代志？比你的婚姻大事搁较重要诶！哦，这关系到彩华阿爹风水地啊，这话讲起啰啰长啊。大爷，你今日伫外口很夹中医，你最近敢有听到大洲埕滨海的山区有僵尸出现无？我是有听人讲过，不过。我一向无相信这款的代志，所以无咧注意。我是怀疑啊，有人制造这个传言，然后做一款袂记钱的代志，消息统统出来。照你安尼讲，你讲是有查到啥物？公司的传言，或者系百姓真不安，我真惊遐。彩华呀，点风水地？就伫迄边，自然嘛受到影响。我是有去迄边调查过啊，调查结果我发现着，这件代志无遮尔简单啊。我拄则所讲的，就是这啊。大气铁钉，这么大气的铁钉，是不是用来创啥？我怀疑大气铁钉甲木匠，是要用来斩断台湾龙脉的。啊，你若讲到僵尸，迄阵我白讲的，就转移目标，斩断台湾龙脉，这不得表示。有人拍算台湾话主，对。更加让人怀疑的是，我才发现到这物件无偌久尔，我就用放紧了。这就表示有人无希望这物件被发现到，所以用上紧的速度把这物件处理掉。李磊，照你所讲。这样子铁钉跟木匠，要处理，嘛不是这样简单的代志。这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。这个代志太过严重，关系到台湾未来的命运，咱要好好调查。对啊。我先把所有代志弄清楚，然后我再跟你参详。阿爹，阿爹，各位，好，你两个啊，辛苦啊！没啦。今仔日娘情形是安怎？阿爹，二娘的状况。愈来愈虚弱啊！我是惊讲，若是阁安尼继续落去，二娘恐惊会袂堪的。那也安尼啊，是不是药啊调了唔对，还是讲转药方式唔对啊？无咧，嫌过我嘛是感觉足奇怪，啊，拢是将我阿爹的吩咐去做的啊。是啦，阿爹，要加费哦。有真注意这药啊，应该不是很有问题啊。
无奈安尼啊，高爷，我看是不是啊，还请恁阿爹来看一下。有啦，有请我阿爹过来啊，啊，看是不是能查出林永来安尼。是噶，你阿爹来来解救者。有甚物话要甲咱讲，啊，足着急嘞。是啊，我嘛是看你感觉，弟弟敢若重要代志，想要交代互咱知影。嫌过，伊就是无法度讲话，阮嘛真正毋知要安怎才好啊。我，你是毋是有真侪代志？你甲讲，阿爹，这二娘，敢若听有你咧讲话呢？也毋过二娘今嘛也袂当讲话啊，根本就毋知影二娘到底是想要讲啥。即嘛安尼啦吼，我甲你问，啊若讲是哦，你目睭吼都捏一个，啊若唔是，目睭都捏两个，安尼好无？对，阿弟啊，你以为讲好咧？你继续问啊。我讲啊，你过世日讲哦，你出门是唔是为了我？才出代志的，不是，海口时间又这么晚，敢讲二娘是过为了其他代志走出去的。二娘捌跟我讲过，讲伊一定想尽办法来保护阿爹，结果无偌久。就去予迄个子女伤害，这个代志敢若有甚物关联啊？李娘，这个代志是不是甲这西乡的特务要针对阿爷代志有关系啊？好，你不要讲我，应该是我来甲你保护。说好你啊，为着我，怎啊变作安尼？都是我唔好，我对不起你。阿爹啊，你莫自责啦，这款代志，咱都拢无希望发生啊。是啦，阿爹，即摆上较重要的是甲真相查出来。是不是啊？你知影西乡，遐日本人知影因为对我不利，所以你才做路去对杀，是不是安尼？是，也是不是啊？一边讲是，这都表示讲真正有人想要伤害阿爹。也毋过第二边我讲毋是，啊，敢咪是因为有其他的理由啊？弟娘，敢是安尼？高伟，你讲得无唔对，
这西乡的职务，除了今日计划叫谢妈出去以外，应该是有其他理由，想要来抬你。严国二娘原本是在房间，阿婆通知来，伊就家己走出去啊。啊，这个代志，佮西乡的职务有关系。啊，问题是，咱家根本就无职务啊。咱厝的即马是无啊，也毋过正常咱厝的，我有西乡的职务出现啊。除非讲，是有其他职务。因弟娘出去，国芳啊，咱厝内是不是还有西乡的爹母？嗯。君完，恁大拢伫啊？三年。三年。君完。你这个药啊，抓好啊，安逸你吗？来，我给你倒三缸。好，来解药啊。李记，没事啊，来，你们解药。你上爱清气啊！我替你试试嘞，哦。已经，我慌了。怎么变安尼啊？你真正是劳心劳力，实在上就甘心的。今晚我代表我慌，得给你说多谢。叫我你妈安尼讲啦，大家拢是一家伙啊。我哩做嘛是应该啊，啊，搁再讲，李姐以前嘛在咧照顾我。啊，李玲，啊，你先坐啦。啊，李姐哦，一世人拢为这家付出，伊即卖像变安尼，咱大家做咧照顾伊，伊哩感觉真袂得过。所以才会流目屎啦。是啊，阿公啊，心情放下开者，放下一轻松，好好来休养，知无？哈。弟弟，你别想遐尼多啦，得赶紧好起来。因为你做诶，是比袂过你为阮付出诶。啊，对啦。比起熊龙情爱水，我滴看哦，咱替伊怎么水水，伊心情会变较好哦。嗯，安尼嘛是一个办法啦。安尼，你的心情会较好，我滴看会较紧好起来。家辉啊，我想要去放假，找一挂有名的店，替伊煮买一挂胭脂水粉，你敢会用陪我去？啊，不过咱若是拢出去，啊，都无人会当照顾玲玲啊。啊，无紧啊，做恁去啦。玲玲哦，我来照顾都好啊，哦。阿弟啊，阿弟玲玲都拜托你啊。三林，各位，我陪恁去啦。是个，唔免啦，阮做伙食，买好就随转来啊。嗯，未使啊。最近咱厝内发生这么多代志，性格不离去，我较放心，吼、哦。安尼嘛好啦，我阮先出去啊。哦，真麻烦你。好、哦。各位啊，还是你啊，嗯。好。嗯，我等下过来呀。真水，啊！你都较有精神啊！
对吧？也唔过即嘛，先来这油啊，淋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来给你试哈，来，大大来。恁弟有心情，看会当较好。安尼，我早已赶紧回来看。我看伊即马变作安尼，想法是足艰苦。三娘，阿二娘在受伤之前，对你真关心。啊，看你感情愈来愈好，我真正嘛是替恁足欢喜。是啊，我嘛是有款感觉。我嘛真珍惜家己铁情分。可惜，可惜，实在是短啊！情况不对，刚暂定。自由上，要我们在这边埋伏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よし、行くぞ。什么大事啊？有没有受伤？你是谁啊？是安怎要砸我的车？你是不是想要地钱？你若是想要地钱，先把刀放下来再讲。你紧走，伊要地的钱啊！紧走！是哪？哪来的？紧走啊！走啊！麦克，你这神勇的蝶步啊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处处占用刀架，我不是熊阿英。行啦，咖啡。不是你信哥，你敢信敢做？我跟你拼！三娘，大伟，你等去，等去甲听完讲啦。三娘，我袂当甲你放的。大伟，你紧走，你紧走啦！我拜托你，你甲我三娘放开好不好？你到底是有什么要求啊？放心，我们不会杀他。你只要乖乖的别动，否则他流血负责。我拜托你，帮我三娘说好不好？拿给杜庆元。进来。走。三娘。三娘。三娘。你要做吗？我不在家。那三娘嘞？你跟三娘了去啊？三，啊留一张批，讲要给阿爹。杜庆元，你三夫人在我手头，喊你三更来找到光明会统领，而且把你的使用电报给放出来。啊，若无，一定都给不离。这使用电报，要找光明会统领，是找阿爹去啊？我嘛唔知影，咱较紧得去啦。好。老爷，陈大夫来啊。哦。陈大夫，请进。哎，先对。是。家辉叫我来甲我讲，光吉夫人最近的状况愈来愈差，我特别过来看。真多谢你，让你专门走一撮。哇，这是应该，还是讲家辉的？我想要问伊。
最近营业的情形安怎？遐囡仔拢陪了美琴出去买物件，马上就回来。好，那呢？我先给姐夫人看卖，等下再帮你。麻烦你，请。谁叫我电报啊？我操！麦条鱼，豆豆阿公，我今日啥时阵出现两个人？伊两个人上过分去啊！然后三日叫掠走去啊！阿爹，又留一张牌买给你。都会找统领啊！啊，各位统领，现在因是本人来，等下我，啊，你看，这是啥意思？啊？把人掠走，搁限期你三天内要做到因的要求，时间这么短，是要找统领？是讲，因要找光明会统领，想要看到位置才来的。我都真正想无啊！我嘛想要知，因到底想要安怎？这光明国统领到底是什么人？咱都拢唔知，还要见过面，还是要倒去找人啊？啊，假使讲若是找无统领，还是讲这个统领唔肯斗相共，那你三娘真危险嘞！我想办法找人联络统领，可以知这件代志。不过，伊是不是愿意斗相共？这我就无法度保证啊！多谢你啊！今麦都要赶紧把美琴救倒转来。时间着紧，我赶紧来联络。多谢。来，快点，麻烦你。遐日本人到底有啥物冤仇啊？先是我方，即嘛是美琴，这个主路哦，到底想要安怎？一直针对咱杜家。阿爹啊，你是莫烦恼啦，我相信三娘一定会平安无代志。这个猪笼也有够苦，我绝对要给他抓到，绝对不会放一线。萨斯卡这里上，果然高明。光明会的统领以台湾的守护者自居。就不信他不管杜家的事情。光明会的统领现在不得不跟我们交换人质，杜庆元这个老狐狸的尾巴总算要露出来。您敢有派人暗中监视杜家？还有，这就是于斗林，我们已经派人轮流监视杜家。杜庆元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，我相信很快就可以知道杜庆元跟光明会有什么关系。也不过安尼做太过被动，咱应该爱较主动的。すみません、通常の意味は。
潘水，凉拌毛林蛋啊。小姐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天水楼琴师王心兰王姑娘，伊就是我讲的迄个替我调查阮阿姊下落的阿明。哎，现在工人，救用救用。阿明兄，麻烦你客气。阿明，以后我若是无伫大酒店，有啥物消息，会当先通知王姑娘。好，没问题。阿明，敢有阮阿姊的消息？啊，当然有啊。我若是无消息，那敢来遮见林老板呢？你的阿姊的养爸养母，伫十几年前就已经搬去北投社迄边啊。北投社，离大酒店是真远呢，安尼就真有机会会当找到恁阿姊啊。会当找到阮阿姊的养爸养母，都会当找到阮阿姊啊。阿平，你即马干嘛要找我去？这我到即马还无找到因住的所在啦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你当伫个遐短时间内，都找到因住伫北投社，已经真无简单啦。林老板，歹势啦，你给我一点仔时间，我一定会使找到因住的所在。至于搁进一步的消息，一定要赶紧甲我通知。好，无问题。多谢。林大丁，王心兰，我听讲哦，恁在这间房间啊，专工来甲恁拜访，希望无甲恁搅扰着啊。歹势啦。我甲阮阿爹无接受恁的邀请，就家己入来，请恁唔通见怪呢。阿明，你先回去无用，那有消息就甲我通知。是，林老板。歹势吼。林大人啊，原来你甲恁大姐失散哦。我明明就会记得讲哦，林木雄有一个后生，有一个查某囝，不过两种我记唔着咧。想袂到，想袂到，竟然失散啦！啊，阿爹啊，阿林大丁跟因大姐哦分开遮尼久啊，啊，既然你甲因阿爹哦有交情，咱来替伊找好啊。哦，对对对，你安尼讲得对啊。林大丁啊，安怎？敢有需要，我跟你斗相共啊！王英华，你免伫遐假好心。当年若不是你甲大丁斗海港安尼凄惨，因家底也嘛袂死散。你甲弟夫交界，为非三者，唔知偌济人受着你的迫害，恁早晚一定有报应。阿丁啊，你有听到无？卖伫遐假好心啦！你看，啊人林大丁这么厉害，有家己的船对不？咱真输过假博啊！唉，我知哦，我来带两公，个林木雄的情分，想讲个斗三个，啊想袂到啦，好心煞去要雷金啦！唉，是讲林大丁啊？啊！你拢已经找这么久啊，都找无恁大姐，恁大姐敢袂已经死去啊？你那个你，你错啊！大丢掉王焕龙，你给我起脚动手，我杀你去大牢！王艳华，放伊吼，大丢掉
是这个有文化的所在。啊，不过今嘛是恁爸仔囝走来房来收房了代志，才让人拍。就算敌夫大细心，嘛无可能在公堂上判恁无代志。好，啊，照你安尼讲起来，恁天水楼拢无责任。所有的人来恁天水楼饮酒去用拍着，你拢无要管。真歹势，阮天水楼本来就无欢迎恁这种人。恁若是有意见，门伫恁后边，请恁家己行出去。你朋友啊，这个时阵，你霸占阮家的财产，逼死阮阿爹阿娘，害阮林家拢有家煞体，我才跟阮阿姊分开。所以即马，你上好祈求阮阿姊阿外咧，也来帮我。我一定用恁囝的性命来赌上。你敢？你们气我嘛哟？看我干我！有你话咯，朋友啊，迄个时阵我还细汉，我无迄个才调，会敢保护我身躯边的啦？也莫今麦你看我清楚，我大汉啊，你的老，我的大，我今麦就伫你面头前收你的后事，你敢有才调跟我斗？你阿爹。无唔对，我即马拍袂赢伊哩。啊，不过我有朋友，我有亲人，我就唔相信讲，无人会当对付你。文华，我所失去的一切，我拢会一点一滴为你遐提倒来。你听我清楚，天公伯啊，那是爸母给你报应。我林大丁一定要你。林大丁，我再调找你来，林大袂记得，即马台北城地府大人叫做李显明，你哪真正敢对我安怎？咱到时阵才来看看，是啥人死了较歹看。有，行。甲因爸仔囝受气，真无价值。啊！即马先找到恁阿姊，确定伊过得安怎，这才是上重要代志。多谢，我无代志，我知影我应该安怎做。我店里过来无用，我先回去。真正无代志，那今年、明仔载，又阁是一个好天气。三弟，是啥物人？关飞燕。关老板，你免感觉意外，那不是有重要代志，我嘛袂过来找你。请你。小姐。我问你，
林统领最近是不是有抓到一个西乡派来的无？我已经抓来。关老板，这件代志我不方便跟你讲。单天良，是谁？白继欢。天良。玉官，你来吃。我有代志来找天良。哦，邓大夫，请坐。哦，天良，我有真条件的代志，要找你斗相共。邓大夫，请讲。多加三夫人叫朱露了去，朱露的要求就是。叫杜老板来找林统领，要讲话林统领进行掠去西乡那个特务。我看这件代志，恐怕也无这么简单。安怎？你感觉都会唔对？我嘛不是真确定，也唔过你嘛知影，杜大爷进前让人怀疑讲是公民会统领，而且西乡阁有派人去杜家监视。所以我在想，朱露这个十三夫人抓走，除了要干活林子以外，一定想要查清楚杜大爷跟公民会到底有甚物牵连。朱露无顾一切，把三夫人抓走，竟然就是要干活这个西乡的地务，可见这个人真重要。天良，你抓到以后，阁有望做甚物？这个地步，嘴足硬，到今嘛，伊啥物都无讲。哥哥，我所知影，西乡伊是为着要斩断咱台湾的粮脉，侵占台湾，所以派三个特务去长沙，想要偷摕调查对台湾的地理资料，而且爱因把台湾的粮脉正确位置找出来。因三个人完成任务以后。就甲地图再来台湾，真拄好，这个地图就伫个，互恁统领抓起迄个特务身上。我你讲起来，这件代志是真实的。安总，你有听过？我有听朋友提起。朋友哪会知影这个代志啊？代志是安尼。是团结的背后，有这么恶毒的计划在。那你就跟我所讲的，完全拢同款啊。无对，安尼讲起来，朱露的目的就足明显啦。既然即摆已经摸清楚，恁更加袂当把迄个地方放倒去。要那无，朱露的诡计就成功，台湾的未来就危险啊。不过三夫人的命，搁在恁的手头。有夫人即马搁倒在蒙床顶，话袂讲，身躯也袂振动。杜老板是要安怎就好？我当然嘛了解杜大爷即马心情，也毋过这是关系到台湾未来命运的两面。万一去予朱露斩断，那呢？除非咱会当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毋然会当把三夫人救出来。可以当破坏朱露的计划，也难保。不过，这件代志我无多做主，要安怎做？爱请示统领了，我会安怎决定？天良，那呢，一切就拜托你。我即马就来去找统领。好。什么？杜家三夫人和朱露抓去？是，那是安尼，朱露
各开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就是讲，阿兰卡抓来的地步，该告嘛，伊才肯放人。可，真是卑鄙小人。另外，天良阁有探听到，阿兰抓来的地步身上，藏有西乡拍算斩断台湾两脉的重要资料，所以，主力才会不顾一切，打算把人救回去。请问统领，咱这摆应该要安怎做？启禀统领，毒品源大大爷一向乐善好施，国造好乡里，是大场亭、地沟网顶的属性，而且顶一阵啊，多利夫人才予主路抬着伤，多沙夫人今麦搁在伊个手头，咱是毋先考虑一下，先救人较要紧。斩断两脉的代志，无得看，搁有时间会当做到。好，就像你所讲安尼，救人较要紧，你就该带去予大庆元啦。遵命。老哥，啊，你今日是要来陪舞呢？无啦，我今日无要播，我要来把我昨下输的门票换回来啦。啊，既然都来啊，换两头才走啦。无啦，我无时间啦，紧把迄张门票摕出来啦。门票是有底的啦，啊，你若要摕来看，会用的啦。唔过，啊，唔过啥？今日别甲你骗哦。我提前甲你换啦。哎，这是外国金杯呢，你这位倒来，还是住海边啊？光阿看要创啥？要换还是唔换啦？你稍等我一下。这种金币在咱台湾就罕咧看到呢。啊，这金币就是你顶天叫去注意的人客，伊提来要换这银票转去。哦，是伊哦。这应该是西洋古早时代金币，有人在收集，价值不少钱。是哦，就是讲唔知为倒位来。我那是要了忘掉啊，这应该是抢来。哈，抢来？那安尼咱都唔通换伊啊。无要紧，你着换给伊。会记诶，等下摕纸币给伊，叫伊白纸黑字在你面签名，证明这个金币是伊摕来换门票诶，知无？知。鸟毛的，老弟，干么了？阿文再过来。老弟，唔免烦恼，咱一定当顺利，把你阿爹救出来。老海，你阿真正真有把握？当然有把握，老弟阿讲嘛，事在人为，而且我这个计划超厉害，是讲。你到底要用啥办法啦？关键都是伫迄个老七的身上，伊若是有够贪财，我的计划一定会成功。哎，回头你当然就知影。对，多谢你啊！那不是你，我真正能袂安怎？哎，各位兄弟，卖讲这啦。哎，是讲这个红毛的哦，叫伊去提一个钱，提到即马还袂转来呢。伊应该是袂伫正重要的时阵搞走去某位人哦，不会啦，应该随转来。我甲你讲，伊若是无转来，我会叫伊来派证明。
香。哇！哎，秋萍姑娘，请你。爸，请你吧。爸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厦门的歌星，一个老七啦。老大兄你好，我叫林大天，我是侯正元的结拜兄弟。今仔日麻烦你走一撮吼，都是为着正元的阿爹侯春来。这秋萍姑娘有讲过，恁想要安怎？老大兄，请坐，咱坐落来头头讲。来，请。哇，这泡茶赞的。老大兄，来，请用茶。林老板，你找我来到底是想要创啥？麦干那想要请我啉这泡茶？这茶我已经啉啊，我先去嘞。哎，老大爷，麦着急啦，好啦好啦，我实话实讲，我请你来是希望你会当甲我斗相共，甲何春来救出来。你是咧讲耍笑是无？何春来刑期还未满，哪有可能出来？就是因为安尼，才请老大兄去斗三工嘛。我无这个材料，你莫加害哦。老大兄，你嘛知影，阮两爹病啊真严重，要是把我救出来，伊肯定死在底。我拜托你，你跟我斗三工好无？这跟我无关系啦。老大兄，你若是愿意跟阮斗三工，阮绝对袂失你的。真歹势，可能我真正是你的呢。哎，老大兄，慢些着急，小点声。来，老大兄，来，现在物件你先看完，若真正要走，你嘛不要紧。今嘛是不是当坐落来好好讲？老大兄，其实咯。我的请求真简单，你一定做会到。你若是肯答应，这五百两，你会当先提走一半。五百两，这是要冒真大的风险，万一若去用查出来，是要换我入去呢？你讲得有道理，啊，这听我参详的啦。无你讲一个数目出来，大家参考一下。要那无六百两。我安尼决定，一句话，你是免后悔啊！好，安尼你甲我讲，要安怎做？真简单，明仔载主席是不是你当的？明仔载主席甲丑时，是我甲王成当的。真好，刷落来，你都要斟酌听，绝对袂当停当啊！明仔载正主席。你把这罐蓝色的药啊，和迄个甲你做伙同滴的王成啉落去。这罐是啥？放心，爱困药啊，再吃落去，至少要困两个时辰才精神啊。哦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啊。然后重点来啊，你要把这罐白色的药啊，和何春来啉落去。伊啉落去了啊，都会出现过世的情。然后，伊随即找五组来验尸。等五组确定何春来已经断开了啊，你甲家楼的大门拍开，互阮入去。阮会再另外一具尸体入去替换何春来，甲何春来运出去大楼。哦，我总算知影你讲的偷天换日的意思啊。啊，不过这假的尸体绝对甲剩的一个无同款啊。到时阵，若让拎出来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所以这都要靠老大兄斗相共。老大兄，你得想办法，把迄个尸体烧到臭灰搭，让人认袂出来，伊原本是做甚款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老大兄，多谢你。免加说多谢，我是看钱办事。哈哈哈！去，唔能，这三百两你先摕嘞，老大兄，一切都麻烦你了。
你放心，我袂得失钱，我先来。孙杰，我等下孙杰。对，果然这是你假的，多谢你。像我阿爹真正有希望啊！我来跟你讲过啊，我一定有办法会当把你阿爹救出来。而且官府会利用你阿爹来逼你，是因为我甲彭英华的生意抢走去嘛，所以出来这个代志，我一定插个底，绝对袂走向的。啊，是讲这届啊，那不是秋平姑娘实在迄个老七的甲乌西过啊，我的计划根本就无得进行啊。所以我是感觉伊袂歹，你应该好好甲人感谢一下。唔免啦，阿仔无啥。秋萍，多谢你，我少走一次，多谢。建华，你们给我说多谢啦，我为你做的哦，拢是心甘情愿的啊。啊，这摆一切计划得差不多啊，所有该处理的好啊，你先回去啊。我，无喏，建华，我无要回去啦。我想要跟你做伙去救村来吃。你的心问题啦，所有代志拢真危险嘛。我袂当当三工的啊。秋萍姑娘，啊，你敢知影我后一步要做啥？啊，你要做啥？要偷尸体。偷尸体？啊，是要去倒位偷啊？啊，偷尸体当然是爱去摸阿婆啊。啊？即马，当然是即马，无变大概利息哦。所以啊，我们就叫你先回去啊。我唔惊，为着你，爱我做什么代志我拢唔惊，就算我是半暝啊去偷尸体，我嘛唔惊。哇，这爱情的力量，敢真正真伟大。大海为着嫂啊，连大海大胆放弃，啊，即马秋萍姑娘为着你兄。你无阿母把囝去，真正是不可思议啊！秋萍，三更半暝，真正无适合去啦。建华，我拜托你，莫赶我回去啦！我真正足想要甲你去救村来食啊。好啦。建华，我看秋萍姑娘真有心诶，你就和伊甲咱做伙去嘛，啊？好啦，秋萍姑娘，啊，你是千万唔通欢喜伤早哦。即马刷来吼，咱要做的代志是真危险哦，啊，要去的所在是真恐怖呢。你真正唔惊？我唔惊，我什么都唔惊。哦，好，你唔惊就好啊。你啊，即马要去倒位偷尸体？我山那边哦，有一个人。来，比用真侪无主的尸体，咱去遐偷一股出来。就是遐，行。好兄弟，秀兰何静环又要救我阿爹，不得已只好来这解决各位。但是有得势的所在，请各位见谅。稍等下，我会为各位之中拣一位来代替我阿爹。方拣的这位会受到非常之苦，其实阮的心内也是非常艰苦啊。阿姆哥特别去我阿爹，我不得已只好安尼做。那是得势的所在，虽然伫遮省三百以下做。建华，等下我伫遐等啊。
假使讲有人来，我会出现，让恁知影。你甲直接无效，无效你会跟我抢，吼、哦，一工可要来算两摆。啊，今晚天这么暗哦，啊，佮经过这个这么恐怖的所在，万一若是去，啊，不，哎，无代志，无代志，吼，歹势，歹势啊，是嘞，是嘞。唔对，我去问看卖啊，吼。阿爹，阿爹，真正有人嘞。你刚才，那是人？你别搞惊啦，我看详细的啦。哎，是秋明哎。秋明，阿爹，哎呦，哎，秋明，真正是你哦。对啊。那你才多好。啊！你这个所在拄到你，啊！你讲起吼，真正有缘呢。好，是啊。阿爹，别去甲伊介绍哦。哎，这是我阿爹。啊，阿爹，这是秋萍啊。我直直讲过啊，阿姨哦，就是哦，水甲阿花气质介高尚，杜家千金杜秋萍小姐。杜小姐，真正生得足水，佫足有气质嘞。啊，我那在应该你熟识吼。是个福气啦，是啊是啊，无啦，啊对啦，哎，这么暗啊，啊你在创啊？我，哎呀，哦，啊，都我有一个朋友啦，因厝内底人失踪去啊，哦，我想讲哦，陪来遮看麦，因为哦，这遗踪内底哦有真侪无名尸体啊，唔知啊，敢有伊的亲人啊？你拄仔讲这是遗踪？是啊，尸体。是啊，这内面哦，足侪无名尸体呢。嗯。啊，阮朋友已经入去啊。嗯。我唔敢入去啊。所以我就伫咧遮等伊。好。我若听到秋萍甲人讲话声音，咱想卖着见。万一若真正有人，互人发现就唔好。等你啦！啊，这个所在吼，安尼暗冥蒙、暗飕飕啦。啊，手的时才拄过尔，唔知哦，是毋是我遐好兄弟脚手脚慢，即马才赶要倒来尔呢？那么恐怖的啦！朋友仔，啊，我看你阿爹哦，感到就惊呢，你还是赶紧带伊回去啦，吼。好。哎，阿爹，等一下啦。这秋萍哦，以前查某囡仔离家拢唔见。咱是查甫囝呢，那你惊啥？对不？嗯，哎，好个啦！好了好了，啊，无安尼啦，秋萍，啊，我哦，陪你一只等啦。啊，万一若有啥物问题哦，万一再报给你啊，吼，阿弟。是。唔免啦，我迄个朋友伫内面啦，阿姨哦。无甲伊甲无熟悉人有接触啦。哦，原来如此哦。嗯。哦，无怪你三更半夜来义庄哦认尸体。啊，无要紧啦，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啦。我跟你讲，我甲阮阿爹哦做好嘞，袂去得死着恁朋友啦。吼、哦，
阿爹，好。谢谢。秋萍小姐，你敢唔得去叫你朋友较紧呢？是啊。没有啦，我唔敢入去啦。陈小姐，你阿爹哦，行到手安尼皮皮喘，你是关心出来回去啦？无咯，你无回去，我哪会再回去？阿婆安尼啦，阿财啊，你入去啊，叫秋萍小姐朋友较紧啦。我唔爱啦，这鸡汤呢，叫你入去，你我听。你今日明仔先得去哦！我这么暗飕飕去叫我行山路，你是要害我惊死是无？得好啦，我入去看下啊！我入去啊！这个时阵，你真哩要叫我的名啦！我是想要跟你讲，迄内面哦，有足侪尸体啦，你也是莫入去啦吼。无要紧啦，我男子汉大丈夫啦，哦，无惊，你放心哦。张小姐，你莫入去啦，好不？嗯。阿爹，你有看到无？到秋明看我的手呢。秋明，你拄只吼，是不是吼惊我去惊到，啊唔再甲牵呢？对啦。阿爹，你有听到？秋明在关心我呢。有啦，我有听到，我嘛有看到啦。陈小姐，我看你也是赶紧带恁阿爹回去啦。啊，若无恁伫遮，我朋友嘛唔敢出来啊。啊，恁三个一直徛伫遮嘛唔是办法啦。你看，你先带恁阿爹回去休困，明天哦，我先去啉茶啦，好不？谢谢啊。你讲，臭阿基哦，真正有够嘞！你看到，拄只秋萍哦，态度对我足好诶，牵我诶手咧。上重要是哦，伊要招我去啉茶咧。阿弟，我即个真正解恨啊！无啦，你解恨啊啦！阿弟还是惊甲强咧闪着我，好心要紧来走啦。好啦，你稍等。秋萍啊，歹势，我甲阮阿爹哦临时有代志哦，要先来转去啊。好，阿弟唔好地记哩哦，爱请我啉茶哦。会啦，我会记得，你赶紧转去啊，紧走啦吼。请我啉茶哦。会啦。秀涵，你也当出来啊！这个地步真重要，不能这么简单就交出去。不过，若是无交出这个地步，多山夫人都有性命危险。我到底要安怎做才好？头家，这大家放电影。你要做什么啊？阿爹去找光明会统领啊，到即马阁无消息，唔知进展了安怎？卡叔讲，
这公民会的人，若心计把人搞出来，啊，那咧三年，还是要安怎啊？你先别着急啦，我相信阿爹一定尽全力去说服公民会统领。阿爹，阿爹，你是去倒位啦？敢有消息啦？我是去这个松河看卖。恁三娘一定是疯了去，也不过我看也敢那是无嘞。对啦，恁丈人敢有消息？无啊，我嘛真烦恼啊。等待有到即嘛无消无息，都唔知影工会同仁会答应咱无？我讲这么多的呀，恁三个讲厉害，厝怎么变成这个款呢？拢是这个世上的无害，我绝对袂放手的。这世上的无害是怎个可能？好了，先去。这代志无恁阿妈知啊。对啊，无啦，我甲阿妈讲，三娘是等于后头厝。这代志绝对不是我恁阿妈知啊。这个光道理啊，都好恁阿妈足艰苦啊。今嘛恁三娘搁出代志，恁阿妈真正会挡袂掉，你知无？先给。阿爹，你做你放心啦。绝对袂让阿妈知影三娘叫我做六八糟的代志。阿爹，我回来啊。啊，大嫂。这边。阿爹，我回来时阵哦，伫门旁顶关看到这张批啊。哦。啊，不过也无写要互相的，我就顺续摕入来啊。来看卖。哦。哎，内底搁物件呢。是啥？这。阿爹，这不是阿娘的吗？那底只，还够阿娘的头毛，够一个纸条。明仔载卯时，将阮的人带去街仔路林，放伊自由。然后，我就会放杜莎夫人。若是无照做，后果家己负责。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爹，阿娘是去倒啊？秋萍啊，不是阿爹讲的，你这个查某囡仔有影，规工是走倒去。你知哦，阿娘好走路掠去啊？啊？阿娘好走路掠去啊？阿娘是安怎？阿爹，我不管啦，这代志拢是你惹出来的，你无代无志，替什么管老板掠猪肉？啊，即摆害阿娘，叫我白走啊！把代志全部拢惹来厝内底，真是二娘受伤。啊，即摆换阿娘啦，我不管，你一定要叫阿娘啦。秋萍，大家拢在想办法救三娘，你得莫管安尼怨叹阿爹啊。我哪有可能无怨叹啊？咱一个好好的家，怎么变到安尼啊？我真正唔知外口迄个查某有啥物好诶。阿爹，你安尼做，甲咱一家伙仔拢牵拖入去啊！你安尼敢有价值啦？秋萍，减讲两句啦，你这公司也不好，阿爹三边安怎？是啦，秋萍，即卖上较重要的是三娘平安倒转来，其他就莫阁讲啊。阿兄，我即卖真正足烦恼的，阿爸伊问你，阿你是要安怎啦？就不要，莫伤心啦，三娘不要代志啦，哦。豆豆芽，等等我，黄老板，你这个查某。代志拢是你呀，你搁敢来啊？
秋萍，我是来到三江救三夫人的。唔免啦，我阿娘，我家己会救啦。嗯。喂，歹势啊，恁阿老干爸代志，来紧快。秋萍讲你讲来帮唔着，代志变到安尼，我是有责任的。唔当来讲，家己一点关系拢无。豆豆呀，三夫人的代志我拢已经知影啊，你放心，大家再会想办法，一定会当把三夫人救出来。多谢你，青姐，统领那边我嘛已经联络过啊。哦，邓大武，我已经多谢了，为了别见别亲，那你尽心尽力，唔通安尼讲啦，西方遐条无法无法无天呐。就是一般的百姓看了，也看不下去，何况咱是亲家。这摆都唔知啊，公平会的统领，唔知会甲咱斗相共无？我看可能真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去予公民会统领掠去迄个蝶舞身上的机密，是关系到台湾的两面。关老板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其实这个西乡派的这三个蝶舞身躯顶的车里，都是台湾两面的地图。因的目的，都是为了要破坏台湾的风水，侵占台湾。假使讲真正予因成功，咱咧台湾的百姓日子就真歹过啊。公民会一向拢是保护台湾为先的，所以我认为公民会的统领绝对无可能把迄个蝶舞放出来。嗯。原来这个蝶舞这么重要。阿爹，阿告诉讲，迄公民会这迄什么统领啊，唔肯放迄蝶舞，阿爹你是要安怎啦？秋萍，你卖着急啦。我咧想统领伊真明理，卖判断。今物恁阿娘伫对方的手头，性命危险。但是两面的代志，咱阁有时间甲空间甲对方交涉，伊应该会先救恁阿娘。这之前讲了，阿瑞是西乡的蝶舞啦，阿二林是西乡蝶舞的首领，主有所伤害。今物三年阁还不起啊！而且怪公平会所掠去蝶舞做交换，我真正想无呢。这西乡的蝶舞，谁讲咱公平会跟咱道家有交结啊？啊，而且啊，什么代志拢针对咱道家来啊？迄拢是因为阿爹哦，太一个外人，有什么子女的关系啦？像啊，是不是迄西乡的地步啊？我唔对，就是。阿爹，既然公民会的统领已经把这个地步送给咱啊，那安尼，咱掠伊去换阿娘，紧来啊！麦请，豆豆呀，这关系到台湾的命运，我认为咱袂当用这个地步去交换三夫人。你这个人，心肝哪这么凶啊？你是挑工，你害我阿娘心。我无这个意思，三夫人是一定爱救的。我只是希望阁想其他的办法，唔来当救三夫人，阁袂让子路得到这个蝶舞身上的赤利啊。那安尼，会当先将蝶舞身骨顶悬的赤利，将伊毁掉啊，才摕来干我三娘。袂用的啦，万不一去让发现，咱阿娘厉害啊。阿爹，你是搁在想啥啦？我今日叫阿娘。豆豆呀，绝对袂当让子路得到两面的地图，安尼等于是帮助西乡侵占台湾。嗯，喂，我替你烦恼这个代志。阿爹，你到底是咧烦恼台湾安全，
还是咧烦恼这查某会反对啊？阿爹，拄则亲家就讲啊，迄台湾龙脉，咱阁有时间甲空间去甲因交涉。阿娘，若是无命，伊就无法度转来啊呢。阿爹，你之前为着迄个官非宴，害二娘去予出入伤害，二娘即摆阁倒伫迄面床顶呢。啊，你即摆阁要为着伊，无够阿娘安慰啊，是毋？秋萍，你是莫遐尼激动啦。阿爹边头可能无够三娘安全。我方会变作安尼，拢是为着我。我一定要顾恁阿娘，因为我是伫烦恼。日本地步这西乡，野心会愈来愈大。多多爷，国家甲家庭，倒一边较重要？我相信你心内真清楚。我无同意你的讲法呢，敢讲阮三娘就应该不顾牺牲是？无人应该牺牲，我只是希望会当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即马时间真紧急吧，阮无咧时间啦，想出两全其美的方法啦。对啊，我阿娘即马伫咧因遐，不管你想啥物办法，伊拢有可能有性命危险呢。伊也毋是你的亲人啊，你当然嘛无要紧，啊，不过伊是我阿娘。我无可能，让你替我阿娘性命去冒险的啊！多多呀，应该讲的，我拢已经讲啊，今嘛，都靠你做决定啊。夫人，孩子，我是想要过完出来了。阿爹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要替伊去甲阿娘换回来，是毋？喂，就亲像陈大夫头拄仔讲，等咱有时间来解剖。严国夫人，我绝对甲你保证，我会尽我所有力量来阻挡西乡来咱台湾地里的代志。多多爷，你的心情我当了解。我爸爸差一点嘛失去我家己的查某囝，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我真了解。而且迄段时间，拢是你陪在我身躯边。既然你已经做决定，我嘛无立场反对啊。我支持你的决定。夫人，多谢你对我的体谅。对啊，那安尼，咱明仔载透早就赶紧把这地步带去罗林啊，放伊走。好，明仔载透早带去吉阿罗放伊走，这是为虾米啊？这是对方要求啊。伊爱咱伫猫市将这人伫吉阿罗放，安尼毕竟都当疼来啊。安尼明的，咱明什么代志拢听伊的。万一咱把这地步放走，伊唔去放杀夫人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忘掉，管老板顾虑了真对。西乡遐地步遐尔啊影响，无可能这么简单就准拄煞，这点咱都要提防。阿弟啊，管老板也过丢人啦，本来无唔对，咱袂当有西乡一边的人啦，赶快想要安怎就安怎。等下我，我都麻烦你啊。你踮伫厝诶，甲这个地步搞好势，绝对袂使互伊走，啊，有厝内安全。多谢，夫人，咱来走一撮，总好无？看这个李庆这卖人到底是安怎，咱才决定要安怎救伊。当然啦，上主要的就是这卖规矩由咱来定。支部长，根据我们守在杜家外面的人回报，说半天英带着我们的特务
真的拄着。迄个表示杜庆元阁甲我安慰，放在眼内。刚才伊是安怎甲公民会统领联络到？有你有的头。我们那天行动之后，杜振杰回去的时候碰到陈志宽，当时陈志宽在被王月凤看诊，而看完诊，陈志宽急急而出，我们派的人偷偷跟踪了他，发现他去找陈天龙。なるほど。火锅卡拉米路头，杜庆元跟光明会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。そうでもない。杜庆元跟光明会关系，咱阁继续追查落去。嗨嗨。看起来我的计划已经成功一半，已经准备把咱的队伍放回来，将我换倒回去。じゃあ、元々の計画にすればいい。明仔天光，恁两个就伫指定的地点，把咱人救倒回来。嗨。どうした？是什么？汪飞燕跟杜庆元上门说要找李世浩了，是吗？坐一礼拜。嗨。李世浩，彼らの目的を確認しなさい。はい。两位，窦总，杜老板跟关老板深夜来访，不知有何指教。你莫跟我来这套，你心内有数。今天我来这，就想要知影。美琴伊人到底是安怎？杜老板，二夫人遇害的事情，我们已经听说了，也觉得非常遗憾。现在三夫人也出事了，我们可以体会你的心情。不过，这些都与我们无关。之前在大街上，杜少爷喝醉了，硬是说我们害了二夫人，还跟我们纠缠不清。杜少爷年轻气盛，不懂事也就算了。杜老板，你可是见过世面、明事理的人，希望你不要跟杜少爷一样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把所有的事赖到我们头上。啊，若无是你要甲假死啊！啊，我怎么敢呢？我只是提醒一下杜老板。嗯，好啊，不管你哪哪讲，我也是认定这件代志是你做的。卡叔哥，若想要甲这个地步套回去，那安尼就先让我先确定三夫人的安全，然后两边换人，要若无？我是绝对袂放人的。关老板，我还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还有杜老板，我真的了解失去亲人那种痛，所以我建议你，为了家人的安全，还是乖乖的照着对方的说法去做，不要激怒对方。明年的三夫人跟二夫人一样遭遇不测。听你讲，我方是这么单纯，你都敢抬落去啊？
即马过来掠美琴，安怎？软土真骨啊！我杜庆凡好欺负呀！好，我即马都掠你两个来试看卖。杜老板，你可是要想清楚后果。杜大爷，他伊两个人根本就无意见。我已经知影，迄个蝶步身上的秘密是啥物，而且我嘛知影这个秘密对恁来讲非常重要，所以我认为在诸多的间内，恁两个性命根本就比袂过迄个蝶步。迄个蝶步我袂转来进前，诸多绝对唔敢轻举妄动的。关老板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再讲一遍。若是无看到三夫人，我是绝对袂放人的。而且三夫人回去了后，若是捡一支头毛，我嘛和子路永远拢得袂到迄个蝶步身上的秘密。去转告子路，若是同意，明仔载卯时，第一胎李夫人的迄片树篮啊，交人。想要看，那安尼就分看清楚。老丁，你明仔暗时不要去看人放水顶，好不好？安怎？袂当不要去哦。明仔暗嘛，明仔暗拄好袂用一个，就是有要紧的代志要办。对对对，有真要紧的代志。看你的眼神无啥对，恁到底是要做啥？我的眼神无，哎，查甫人的代志，查某人莫问遐济啦。对啦，叔。查甫人的代志，查某人卖插啦。什么卖插？到底是什么代志？现在做袂当讲。你来问骂我啥？我哪会敢问骂你啦？好啦，你卖有白想啦，哈。阿嬷，你讲，你卖看大弟呐，你若无老实讲，你就害啊。都跟你讲有要紧的代志，你现在一定要。是的啦。哎，徐老板。啊，关老板，你也袂回来是？阿娘袂回来啊？啊，那还拄啊好嘞，啊，当然免啊处理较好嘛。是啥物代志啊？噶袂当等我阿娘回来才去讲。哎呀，是安尼啦，迄地府迄边吼，派人来讲，讲门啊暗要伫咱天水楼。宴请宾客，啊，我当在考虑讲要接一摊生意无？嘿，官府即马吼在咧等我甲因回应，啊，关老板佫无伫咧，袂当甲请示啦。接，当然爱接啊，趁钱的生意，那无接的道理嘛，对吧？哦，安尼哦，嘿，啊，不过你都唔知影吼，迄官府甲关老板一向袂合，我惊讲伊明仔再来。唔知影又搁要创啥会呢？徐老板，我是认为，地府大人要请人客，伊绝对无可能伫家己的人客面头前乌白来着啊。我嘛是感觉，那是拒绝地府，到时阵伊会提这个理由来找天水来麻烦，安尼就搁较歹处理啊。
对对对，我嘛是安尼认为咧。所以金老板，这个生意哦，你该接落来，我相信关老板应该会同意才对啦。哼，嘿，恁讲了可真有道理呢吼。安尼好，都安尼决定。等等，金老板，拍摄，我代志还没讲完呢。安奈哦，志哥有啥物代志啊？我是想讲吼，是不是当伫咧地府大人的厢房边啊，替我安排一间，我要甲我兄弟做伙伫天水楼吃饭。嗯，是。对，明仔咱要来天水楼吃饭。啊，对对对，明仔要来天水楼吃饭，我袂记啊。安尼阁好哦。嘿，啊，到时吼有恁一阵兄弟伫个现场，安尼吼我就更加放心，接支付伊个订单啦。嘿，伊若是较乱来吼。那个人嘛会变较少，对不？对，我就是安尼想的。安尼好，安尼明仔载地府因哦，上好是乖乖啊吃饭，莫长酒。啊，那无绝对让因歹看。走，来啊，小乔。我拄只叫你明仔载陪我去看放水灯，你不是讲有代志？对，就是这个代志，要跟家己兄弟吃饭嘛，啊！吃饭敢是要紧的代志。哥再讲，若真正要跟兄弟吃饭，先做不先跟我讲。因为，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到今麦，还想要骗我？拄才叫你，你讲有代志，我是听到弟夫要来，你就随讲要跟兄弟吃饭。你跟老实讲哦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对了，大爷，俺若明仔载来吃饭，咱是要哪行动啊？没行动啥？哎，大爷，煞不是外人，免甲阮骂啦。伊愈唔甲讲，伊愈怀疑啦。林大弟，到底是要讲唔讲？讲唔讲，我要受气啊！好啦，你卖生气，我就卖老实跟你讲，明仔暗哦，我们做伙去救春来吃。你别去干嘛？啊，这么重要代志，还讲无声？不是结啊，是，你嘛知影，我无可能让我的兄弟跟我做伙冒险嘛，对吧？啊，那不是结啊，啊是要怎甲人救出来？规条我拢安排好，绝对妥当的。啊，之前无甲你讲，就是惊你烦恼。看你讲到遐尼轻松，我唔相信代志遐尼简单。别怀疑，你得要相信我。来。这么晚是有什么代志啊？那我看恁在这过几暝啊，专工来这巡巡看看的，并出去外口休困一下。这拢是阮应该啦，无要紧啦。叫恁出去就出去，锁起好啊。是。要本大人来看你，袂遐轻安心。你是来遮，看我是不是死啊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爱好好活落去，看你受着报应。但你即摆已经落在我的手头，你搁敢遐尔唱笑啊？
三千万的毒酒，搁甲伊塞落海里底，互伊人生受到这么大的打击。我甲你讲，我一定会看到三千万讨回公道。阿拉伯，我唔甘愿讨公道，你要安怎讨啊？用你那支嘴，还是多一支手啊？啊！你莫当作无人，我都弟弟。既然我知影你是海湾好心的乡亲，走一天，我爱你付出代价。哎，知影又果是安怎？你就是讲你还够迄个命，走出这个大路是吗？嗯，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，行出去好成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可能，我一定给你这个秘密，做回坐等于你的梦来。予恁后生这世人永远拢唔知影，我才是真正害死的凶手。刘叔爷，你是安怎这么凶？你搞哪死啊？干？你唔知影怎回？你起码可袂甲伊害唔？我甲你讲，你若继续安尼。到时阵你一定死个七八个。继续骂，尽量骂啦啊！看你可以当骂外久啊？你良心是叫狗抱起了，你哪家里做菜？你当初你真正是代理，你只不过是地府辛苦边的一只狗，可你未教呢，你可唔知影见笑，你是一只狗，太过狗，话来都来，话去都去，你这边是个公枪。从现在的事看，已经无天理了。我一定想办法，把这个秘密告阮金环讲。你卖当作阮金环，可是以前的你小家伙，一定想办法对付你。到时阵，你一定会受到报应。无人会替你哭，亲像一种卑鄙的少年，你早都爱死，给我滚去！是被冲击。我无应该让你活到这阵，我只要让你正义拢讨袂出来，你，进来，你。你早就应该死啊！我即马只不过是好心送伊上路，减轻伊的痛苦去。要唔过，杜老板叫人传话，河村内若店家发生啥物意外，一定会叫巡抚大人主持公道。还是你惊啥？为着河村内尸体烧烧的，都死无对证啊！今日在创啊？
话是安尼讲无唔对，啊，不过孙府大人若是通风去问话，阮会真歹做呢。你即马想怎？你是暗算要出卖我是？我唔敢，你唔敢。即马嘴讲唔敢，死到孙府大人传你去问话，你赶快把故事出来！你这笨蛋，回门！刘大人，我嘛是为着你好。你看伊即马安尼，家家活袂过明仔，何必把垃圾你的手呢？搁惹来一大堆无必要麻烦。你即马两只目睭是咧创嘛？人家更要落来心，何春来？看你这阵还够有命，加喘两口气嘞。所以就等你好事来替你收尸。来人啦，是，将何春来顾好，卡孙伊拉登开，即时来给我通报。这边。跟上军来人出去，小可绑个结。何春来，你听清楚，你的后生明仔来叫你出去。为什么你会知啊？你唔免问遐济啦，照我的话去做就对啊。明仔暗顿食饱以后，你若是管饮落，其他的你拢免管，自然有人会来叫你出去。这是什么药啊？我凭什么都爱相信你？你哪会遐啰嗦啊？你家己讲要无命，敢有需要我来甲你害？规定吼，要出去歹出去由在你啦。你若想要对家出去吼，上好是照我的话去做。你搞点点啊，唔通甲我乱点麻烦，你若无吼，我会予你好看。为着清欢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。甲清欢讲，张淑仪甲彭美琴嘛，伊的代志。明的高清环，我教授着因的动手。车门风声响老命，这是有命。